各位观众小伙伴们大家好啊，我是小月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奥特曼传奇英雄。昨天小月也是将罗索做到了六星嘛，试玩了一下觉得这个英雄还挺不错的，然后等级的话突破到了64级。今天小月准备再来领20个碎片啊，领20个碎片看一下能不能将罗索升到65级啊。小月感觉65级跟64级差别应该还是有一点的啊，对，来尝试一下啊。哎，两次就突破到了65级啊，看来今天的运气还算不错哟，继续来。哎，还差最后还差那么一丢丢啊，小伙伴们。OK， 两次极限突破，哇，今天的运气属实不错啊，小伙伴们，对不对？来一波点赞行不行 ？OK， 那么很多小伙伴昨天也是留言啊，要小鱼选择大地皮肤，原来这个皮肤是可以直接购买的呀。小鱼之前一直以为是要靠萝卜任务里面的碎片才能合成的，原来这里是可以直接购买啊，并且不是特别贵啊，750个钻石。来吧，我们看一下购买一个大地皮肤吧。小伙伴们都说大地皮肤很厉害啊，我们就选择一个大地皮肤啊，装备一下。可以看到大地皮肤它的技能全部变成了金黄色的啊，小伙伴们。原始皮肤应该是火属性的啊，然后它是红色的技能图标。大地皮肤就是带有大地的颜色嘛，对，这个做的还是挺形象的啊，小伙伴们。技能的话6个技能全部都改变了啊，小伙伴们。岩土半身击中持削弱目标的防御，哎呀，这个技能就厉害了，小伙伴们。但是可以看到罗索的这些皮肤它的属性加成都是一样的，全部都是加成10%。然后还有两个皮肤嘛，对，一个是风系的，还有一个是水系的，这两个皮肤的话以后再来买吧。对，今天我们暂时先来玩大地形态啊，然后升级碎片的话这边没有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萝卜任务里面在哪里可以获得大地皮肤的碎片，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刷暗黑副本嘛，然后其他的都没有。对，风系的吧，对，迪迦的20个碎片，然后这是奈克塞斯20个碎片，这一个碎片的话不知道去哪里获得啊，应该就是在这个剧情里面嘛，对不对？咱们还有最后一个剧情没有开放，应该就是在这个里面的，因为其他三个副本小鱼都有刷过啊。破灭水晶，大地皮肤它的皮套颜色也是有一种泥土的芬芳啊，对不对？二技能差不多啊，丢了一个黄色的土球。三技能，再来看一下四技能啊，哎，四技能就变化很大，对不对？哇，丢了一个非常大的土球啊，但是被打断了，小伙伴们，看一下他的大招，萝卜二重斩，哎，这个技能感觉并没有什么变化呀，对不对？再来看一下他的四技能啊，哎呀，相当帅啊，哇，好大一个土球啊，小伙伴们，一会儿咱们把布鲁也拍上来，看一下他的一个合体技有没有什么变化吧。最后来一个萝卜二重斩，带走黑暗扎基。他的这个被动技能就很厉害了，对，攻击的时候能够削弱对面的护甲，这个技能非常的不错。对，再次挑战贝利亚，今天我们使用的是大地形态的罗索。四技能应该也是无敌技能吧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四技能伤害确实高啊，小伙伴们，一个三技能就秒掉了吗？哇哇哇，这个技能相当可以啊，谢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推荐哦。 OK， 这次我们来看一下合体技啊，看一下合体技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对，二技能，哎呦，直接被打断，可恶呀。四技能，这合体技没什么变化，这个合体技跟罗索烈火皮肤是一样的啊，小伙伴们。那么二技能的话肯定也没有变化，对，看一下二技能啊，对，二技能也没有变化，四技能的话也没有变化，大招也没有变化。 OK， 我们来挑战一下3v3啊，上罗索，然后还有布鲁，还有萝卜，上这个三个英雄吧，看一下。 OK， 第一组对手很简单，50多级的啊，直接来一个合体技应该可以全部带走的。对，打这个3v3很容易匹配到全部都是80级的组队的啊，小伙伴们。哎，哇，布鲁挂了呀，小伙伴们，可恶呀，那样的话我们就用不了合体技了呀，可恶可恶可恶，我们布鲁的等级是不是没升啊，怎么会一下就挂了呀。 OK， 没关系啊，继续砸一个火球，继续带走三个，好像萝卜也挂了，对不对？好家伙，这一把的话萝卜也挂了啊，萝卜挂了，我们找一个替代品吧，暂时来说还是没有匹配到非常强的对手啊。坐山观虎斗，对不对？欧布的这个疾风形态应该也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对面的欧布60级6星啊，
我们再来看一下加古拉跟欧布能不能够完成这次任务啊。哎，感觉可以啊，根本就不用我们的罗索出手啊，厉害厉害厉害，来吧，挑战这一只70级的女王啊。来，拿一个一技能看一下，一技能感觉伤害很一般，二技能也没有将女王带走啊。拿一个四技能，如果没有布鲁的话，我们的四技能是一个巨大化的土球啊。来，萝卜二重斩，刷刷刷刷刷，这个合体技还是挺帅啊，小伙伴们，有一说一，合体技还是比单个英雄要帅很多的。对，三技能，这个大地形态的这个三技能很厉害啊，小伙伴们，感觉伤害非常的高，这个三技能。对，哎，66级的杰德奇美拉贝洛斯，63级闪电杀手，64级，哇哦，这个小伴融合兽很多呀，杰德都是六星啊，厉害呀，小伙伴。20技能直接带走一个杰德尊皇，闪电杀手，我的天哪，全身冒着闪电啊！先看一下他的一个华丽的技能特效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闪电杀手有点帅啊。OK OK， 轮到我们出手了吧？来，萝卜二重斩，刷刷刷刷。虽然说你很帅，但是我们也很帅。最后剩下了一个奇美拉贝洛斯，融合兽还是挺难搞的，这个小伙伴厉害啊，全部都是六星的，看到没有？来吧，四技能直接抬走。好吧，那么本期视频我们也是尝试了一下萝卜的大地形态，确实还是不错吧。对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，喜欢的话点个关注，拜拜。